林明哲宪章应谨言慎行，尊重每个生命存在的一个价值。有关导盲犬的，是为了协助我们视障的朋友的一个生活安全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有人来认养跟照顾。但非常遗憾的，我们看到林明哲县长竟然用“狗奴才”一词来批评认养退休导盲犬的蔡总统，实施个人的一个修养不足。以及呢，对导盲犬的议题的无知，那我也呼吁了哈，林明哲县长应谨言慎行，尊重每个生命存在的一个价值。